黄子佼惊传婚讯，首度证实曲梦耿如日期。黄子佼传婚讯，亲口证实将娶孟耿如。台北二十日讯，台湾知名主持人黄子佼佼佼和女友孟耿如感情稳定，但结婚消息迟迟没着落。但他今日出席活动受访时松口说出将会在2020年结婚。黄子佼表示，之前有两位算命师都算他2020年会结婚的报道，因此已和孟耿如达成共识，2020年会完成终身大事。至于结婚月份，他指凉爽的春天和秋天最适合。他提到自己和女友都是迷信的人，所以从来不敢去算命。没想到有媒体找来命理师替他们算，两位老师都指出要他在2020年结婚，否则可能就没机会了。当时报道一出来，孟耿如马上传讯问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2020年娶我。黄子佼保持着宁可信其有的态度，两个老师都这样讲，我还不听，就是耳根子太硬。于是决定要在2020年完成终身大事。本月30日迎来46岁生日的黄子佼，与孟耿如相差19岁，日前才被网友票选为最希望看到在2018年结婚的银色情侣。两人感情稳定，也已见过双方家长，虽然多次爆出女方早已怀孕，但最后证实都是乌龙一场。参考来源